今晚打老虎，我系欢哥。你而家睇紧嘅系法文文法基本知识嘅温习小影片。咁咧今日咧，我帮你哋准备咗一个好好玩嘅字，诶、就是，就系嘟嘟。do 啊呢个咧呢个字咧就可以杀死人嘅。老实讲，诶 d 诶用两个字母组成嘅吓一个诶字嘟。o 咁咧佢其实好多好多嘅意思。咁我咧就抽出几个解释俾你哋听吓。诶 d 嘅第一个意思咧，第一个用法啦吓。 誒、呃、就係、是、個嘅字啊，個、呃、的字嚟嘅，佢咧就係、是、用嚟誒、呃、連兩個名詞，例如咧個電話單啊，left to the telephone，要調轉過嚟啊，啲 de、呃啊、名詞咧同中文咧係調轉過嚟嘅，咁啊唔係單誒唔係電話單係單電話，un code de ien, 狗屎,、呃、屎狗啊，誒係屎狗啊，un code，一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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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隻狗，two t o c h i e

Ma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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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 Paris à Londres. Il y a à Londres. de 10h à midi. Comme si vous On peut pas uh, Paris à Londres, on quand, il de Paris à Londres o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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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 10h, il y a une liaison De 10h à midi. OK? 呃、第三咧，佢係 do。如果有你個你你句咧，有個所有格咧，誒、呃、就會需要一個誒 do、呃。誒嘅意思咧就係、是、個嘅字或者有關乜乜乜。例如 l 不 p a 冇，n o n t r e p 我公司嘅老細，我公司嘅老細咧，公司同老細咧係兩個名詞中間會有個所有所有格，我嘅誒誒我公司嘅嘅老細啊嘛。l 不 p 呢個咧就係我嘅老細啦。嗱，我哋放大，誒、呃、呢、这個就係我老細。de mon, 因為後面咧後邊會有個所有格，我公司嘅老細，老細嘅我公司咯、啊、老細嘅我公司，呵呵老細嘅我公司。誒 <laughs>、uh,，je b a r l e de mon patron，呢個咧就係有關嘅意思 r je b a r l e 我講有關我嘅老細。啊、这个，呢個咧就係字嘅順序咧就一樣啦。e parle de mon patron，我講緊我老細，我話緊佢。

do do la y 嘅原式讲法，好似一个即系唔系唔系咁啦，但系我举个例子啫，好似一个动词啊未变位咧，啊 verb 啊 f n i s h 书百呢，啊我我我我用个我啊你啊佢啊，咁个字会变啦，咁呢个咧其实系一样一个道理嚟嘅，do do la do 系当我哋唔知道啊、呃、情况系阳性啊诶阴性啊或者复数，佢又可以接数字同埋人。

Je parle, il parle, pardon. Il parle de la dame. Il parle de la dame. Okay? Il parle de la dame. Il parle de la dame. Moi, je peux 佢講緊有關工作呢件事。佢講緊有關女士呢件事。其實呢個時候咧唔可以用 d h e m 誒用 f h e 或者用 them，誒、呃、比較好聽啲，好聽啲同埋要後邊加個 s 嚇、啊。佢講緊有關乜嘢咧？嗰、呃那个那個主題嗰、那個內容係乜嘢咧？就係、是呃、女人，就係、是呃、工作。佢講緊有關乜嘢咧？誒嗰個嗰個主題嗰個內容係乜嘢咧？就係女人，就係誒工作。佢講緊有關乜嘢咧？誒嗰個嗰個主題嗰個內容係乜嘢咧？就係

诶，嗰、呃、位女士即系讲紧佢啦，啊，即系中文其实好简单，诶、啊、简单好多，但系呢个系啲法文嘅诶、呃、细节咧，系要讲清楚啊，呢啲系要接阳性、阴性嘅嘢。最后一个点咧就系、是、要讲紧 a 里短，诶，百里短其实系一齐嘅，小心小心百里短其实系一齐嘅。我哋会讲 b a e l q u e h o s 讲紧有关某诶、呃、样某样嘢啦，或者诶、呃、讲紧有关某一个人 l 人。

誒，首先啲詞啊，而家佢而家係講緊 Demo，佢又可以講些詞，誒、呃，些詞，啲詞，啲詞，啲詞，等等啊。唔、呃，佢 mo 呢個字咧，唔、呃、冇一個誒、呃、固定嘅一個字係同佢一齊嘅，合埋一齊嘅啊。百嚟多頭先嘅講百嚟多係一齊嘅，而家嘅 s u plandre 多係一齊嘅，咁係 s u p l a n d e 多，OK？以動詞為主 s u plandre 多。

de 10h à midi, de Paris à Londres. De, il y a un mot qui est un mot qui est lié ici, le patron de mon entreprise, je parle de mon patron, je parle de mon patron, je parle de mon patron.

巴勒於太幣，巴太呢一集呢其實好長啊！我淨係抽出幾個例子。如果你哋想睇完整版咧，歡迎加入我個網站。我哋今次就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！